大家好，非常欢迎你们的小朋友呢，是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今天是给我们的星球大战星战粉丝们又带来一个非常好玩的乐高的儿童积木玩具。它是来自于我们的星战七系列75128，适合于我们6岁到12岁的一个小朋友。它呢是一个原力觉醒的一个系列，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泰战机的一个原型。在它的同样系列当中呢，还会有我们6个这样其他的一个原力觉醒系列的一个战机模型。我们在视频的频道当中呢，是跟大家已经介绍过了上期的非常炫酷的另外一个战机模型，不知道你看过了没有？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呢，或者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频道。这边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或者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飞行员、飞行驾驶员。我们今天呢是想先跟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个非常可爱的开箱的一个展示，以及呢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会跟你一起来把我们原力觉醒的系列的这个战机呢把它组装在一起。我们这边可以把它打开一下，两边呢都是有这种雷射的小激光小的小炮，可以把它呢把我们这个小的激光炮呢给它发射出来，也是非常炫酷的一个小玩具。那么我们就先来一个开箱的一个展示吧，先把它开箱。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说明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飞行员，看起来好凶啊。好凶好凶，感觉这个乐高的小玩偶好凶啊，为什么每次我们都是拿了这么凶的一个这个乐高的小小人物呢，或者是小的飞行员呢？可能是他们觉得这样就显得比较的严肃吧。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基本上把它组装一下，给我们小朋友看一下。好啦，那我们就组装好了我们这个乐高的星战七系列原力觉醒的泰战机模型。非常的炫酷，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小的飞行员呢给它取下来，然后他手上呢还有我们那个小的手枪，我们可以把他的头盔呢也给它取下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的飞行员非常的凶，站在这边，可以把它再重新的放回去，非常的酷。
我们把它再放到我们的飞行驾驶机上，总共呢花了15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整个小飞船呢都给它组装在一块儿，感觉呢是相对来说非常的轻松，就能把它组装好。这边呢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变形，基本上颜色呢都是以灰色、黑色和深灰色为主，红色的就是我们这个镭射光。我们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射击。可以哎。哦，这个不行。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有点困难的。没有像右边那么方便。我们再来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射到墙上。很奇怪耶。非常的炫酷。好啦，这就是我们非常新奇非常炫酷的来自于我们星球大战乐高积木，适合于我们6岁到18岁的一个小朋友，12岁的一个小朋友。希望你能够喜欢。想看到更多的相关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就在视频的下方呢右左下角有个订阅按钮，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主要频道当中呢去搜索它的一个你想要看到的玩具关键字，比如说我们的乐高、我们的魔比游戏、培乐多等等。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